为着让山西乡弱势家庭会当过一个温馨的春节，山西乡公所甲侪间企业、善心团体合作来举办物资发放的活动。唔但有民生物资，嘛准备了红包现金，希望让弱势乡亲会当过一个好年。民众登来公所大厅排队等待领取物资。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，只要有真侪间民间企业、慈善团体甲地方头人做伙出钱出力，来协助山西乡弱势民众。今仔咱山西乡公所哦，伫咧发放咱一个物资，那么隆重吼有九个单位来赞助咱乡内吼在低收入户的，那么隆重有一份内底吼啊有现金13,000，啊迄、那个礼券啊1,300。那么也阁有33.5kg诶，迄个米白米吼，啊，阁有2罐2公升的油。那么希望伫即个过年期间吼，会当互遮低收入户有真好诶物资。那么伫遮嘛感谢咱所有诶赞助单位吼，有包括吼咱花坛乡、巴德堂啊、大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吼，啊，阁有谢阿刘吼、王正熙君啊、朝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那新宇公司、台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，那么爱联慈善基金会、保安宫圣母慈善会、黄炳煌、蔡玉学、贤抗力啊、吴景全、韩景霞、贤抗力、社会救济专户捐款人等哈，而且感谢咱各界诶迄个赞助单位哈啊，共享盛举，希望讲会当照顾遮弱势，互遮弱势有一个真好诶诶过年。今年隆重88号登记早安的低收入户家庭受惠，希望有了遮来自民间甲公部门的资源，遮弱势家庭也当过一个温暖的旧历春节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，山西采访报道。